啊，门铃啊。啊，好啊。这个是门铃啊。还是这个？都按。都按啊，两个都按。啊，这个这个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好像没人。啊，没人走了。走。台湾才来啦！芝麻开门。喂喂喂，女士先行。看到他们当然很开心啊，亲切啊，大排档有饭吃饭，哇，好啊，欢迎光临。点解？哟，你两个，哟，哇，哟。OK， Michael， 他走进来的时候，哇，我真的是哇，好久没见的朋友，他们知道我们在广州，所以特意的过来支持我们，当然很感动了。来坐坐坐，一起坐吧。好好好。原来你们的普通话那么好的。不会。你还有带带一点北京腔的。还没有啦。哪有没有没有。其实我跟谁在一起就变成那个腔。有学过吗？没有啊。他没敢，要敢讲就 OK。啊，对对对。敢讲就 OK。听得多了就其实差不多了就。对。你要不要喝一种喝什么？啊，对啊。啊，对呀，为什么现在？啊，有没有我们奶茶啊？什么那个？我们有香什么最好喝？我们有那个哪边那个消仙草啊？真的是看到什么就有什么可以吃的了啊！就那个你看到那个消仙草就有消仙草了啊，其他的你可能看不到，没看到也不要想了。肉桂茶一个，就奶茶水果茶，一个是水果茶。我们的这个装修还可以啊，非常好，很好，我觉得哪里都可以打打卡。你可以啊，随便去打卡。对，你们看到吗？做人最紧要是开心。开心，对，哎呀，开心很重要。对。哎，你最近不是拍了一个打拳的拳皇的那个电视剧吗？对啊，对。我知道你的消息的。哎呀，太好了。你现在的肌肉应该很棒啊！现在肌肉没有了。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个照片，我完全以为他是把头切过去、掰过去那个劈过去的，我真的认不出来是他。你一辈子都没有试过这么胸肌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之前都没有试过这样练。没有。我就问 Julia， 我说，哎，那两个月他这样的身材，你有没有每天抱着他的身来睡觉？每天都跟他公演，好不好？哎，好有那个新鲜感呢、啊。哎呦，真是，哎呀，都不像我老公一样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挺好，我觉得啊，我是老婆可开心。爱死你了！哎呀，三十年前，二十三十年前没有试过、啊，真的没有，我都没有看过自己老婆、就是啊、厉害。我也试过，有一次演唱会也是练得很大。特别的大，但是老婆就是觉得很奇怪啊，感觉奇怪，可是她很开心，开心嘛，有没有天天摸你？都有啊，都有摸，不停的摸，不停的摸，摸的有点烦。自己男生不喜欢吗？不觉得哦？每天照镜子好，因为好帅。每天早上洗完澡都，哎好，就能干。